就是等一下有炸土地公的活动的前面。那么听说等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土地公的炸活动啊，就是非常的就火药量最高的一次啊，就是非常像是记者身上这些炮啊，等一下就会全部都丢到土地公的身上啊。就是等一下6:50的时候呢，这个土地公他就会走到轿子上面，这信众会把他抬到上面去啊。那至于这个土地公要怎么炸呢，就由记者来为您示范一下。首先呢，土地公他会先是在轿子里面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传说，然后就把这些炮呢就放在土地公的上面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有1000箱，别怀疑哦，可是1000箱的火药就会在这边不停的往土地公身上倒啊。哎，至于，然后接下来重头戏就是现在了哈，就是要拿着这个火药，要去点。这个打火机要点，哎呦，这个听说天梦紫苏可是超过10啊，